有很强的秘密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毕竟我是一个杯子里面拿介绍秘密武器出来。好，那我先就是介绍我今天的秘密武器，它就是秘密好料理的助理主持人雅雅。好料理的前助理主持人，我是雅雅，今天来做菜，大家拭目以待吧！耶！哇，气势好强啊！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菜了，来吧！今天我们要做那个……那你的来宾呢？没有来宾啊！除非有来宾呢，除非有来宾愿意脱光登场，不然我们就不要欢迎他了，好不好？欢迎一下，欢迎我们的神强女神从小啊！我平常呢，虽然呢就是喜欢拍照啊，还是一些什么跳舞之类的，喜欢炒饭活动，喜欢炒饭，我真的喜欢炒饭。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实我平常呢最喜欢做的休闲娱乐其实就是煮菜。那 OK， 那我们把所有的配料都加进来之后，你可以看你的东西有没有咸味。那基本上培根有点咸味，可是因为我这边用的蛋是六颗，对，还在。我们大概要怎么样才看得出来它现在差不多？它会变颜色，你看它现在蛋液嘛，它在蛋液上面会变。好啦，那台式料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做的东西，现在先来一个，让大家补一下好了，深夜嘛。深夜还要进厨？哇，好厉害！这不是我的矿泉水吗？不是，这是米酒。谁这样子？他很夸张哎！我们先看他夸张哎！这个好夸张！很夸张！很好吃，这么嫩啊！谢谢谢谢。而且这样干的好，这样的厚度跟口感完美的耶！我们先吃一下虾好不好？啊，是你的哦。好，要来剥虾。其实这道菜是很淡，它没有特别的什么味道，完全就是只有吃虾的味道，就因为它很简单，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。这是大家都可以学的，对，大家都可以学的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来准备第二道菜，要来用 PK， 要不要是什么菜？好好奇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来教大家做一个水果的松饼，好。哇，那对，基本上是松饼。这就是人。哇，而且你看我们的粉丝朋友说你根本是甲级证照，而且说可以拿出去卖了。甲级是最高级，最高级就是殡仪甲，很厉害耶。很脆，然后很脆，有一点辣，脆脆的辣辣的，直冲我脑门。其实我这个奖励超肥的，就是要这样才好吃。因为有些人他会煮到全部都开了，他才关火，可是不行，你要他全部爆开就关火。好吃好吃，而且不会腻耶。我没有很干，我喜欢甜汁，就是巧克力酱。欢迎宝宝力，这边坐一个观众。刚刚那位好吃是不是你发出的声音？请问你这里面是什么？蛤蜊汤怎么样？然后呢？蛤蜊什么味道？听起来好吃。谢谢。请问一下，你刚刚吃过哪些我们的天冰好料理？觉得不错哪些菜？松饼披萨。对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是有一点。那太好了啦！那今天都先把美食往后这个殊荣呢，分给我好了，先采一半，然后一人拿一半回家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美女厨娘，感谢。欢迎上他们的粉丝团上去来问他们问题，那也可以加入他们粉丝团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哦。那也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的时候来锁定我们的节目，非你不可，不看不可，拜拜。叫做孔令媛，祝大家12年行大运哦！耶！哇，可能有些人对你可能比较有点陌生，不过妹妹可以跟大家好好自我介绍一下。这个因为是